呀。那我的节目不是就发出去了？没有没有关系，因为还会变动很多。什么节目吗？会变动吗？就是 OK 的，真的 OK， 相信我。因为你的粉丝真的很期待看到你。好，又已经到了8点钟了，这里是明日之子的宿舍。好，这次没有说错。今天的直播主角呢是周震南、马伯骞和孟子坤。现在周震南呢是在排练他的舞蹈，其他们会担心这舞蹈会露出去之后，粉丝看到之后就不期待他的表演了。我觉得完全不会，就是这看周震南跳舞，真的看一万遍都不会腻。因为周震南跳舞真的是跳得很好。好，他休息了。他之前练了很久。因为今天主角呢，就孟子坤现在刚拍摄完他的海报，然后再回来的路上。就今天我们其实蛮期待说他到底能不能赶回来。不能吃了啊！我们啊，别，就是在回来的路上，孟子坤。所以呢，今天到底能不能看到他呢？其实就得看北京的状况了。北京的晚高峰真的还是蛮吓人的。现在马伯骞呢好像是在对编曲，所以一会儿就可以看到马伯骞了。都在夸周震南好好看，真的，那排他跳舞就看一万遍都不会腻，所以完全不担心这舞蹈，大家看到之后会不期待他的秀。你刚才跳舞的时候跟我不是口渴吗？肯定会死掉。嗯，不行。孟子坤在赶回来的路上，具体能不能回来，其实我们还蛮期待的，应该是可以回来吧。因为刚问的时候他说应该快到了，但是在堵车，所以也在尽力的赶回来。嗯，现在周震南其实他会有现在比较克制，说自己还要瘦一点。嗨，真的看周震南跳舞，人看一万遍都不会腻的。所以看他这一次排练的舞蹈之后，其实会更期待他在舞台上的表现。男应该是现在所有选手当中跳舞跳得最好的吧，应该是吧，不是，很怕自己说错话。周震南跟马伯骞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喝醉了，他跳得比我好一点，还能飞起来是吧？对啊。哦，粉丝说不让周震南吹空调，好吧，上去了。粉丝真的很操心。能导演组节约电了。要多费点钱，还想看他们三个一起跳。孟子坤应该不会轻易的跳舞。那个会跳舞。谁？学生。
谁？哦，他是会跳，本来他上一场想唱跳来着。所以口号是，哎，我没看清那一句口号。哎，所以今天声音有好一点吗？昨天都说声音有点小，今天声音有好一点吗？声音有变好，请扣一；声音还是很小的话，扣二。所以你们也期待马伯骞跳是吧？就马伯骞没有跟他安排舞蹈动作，他在舞台上也每次就跟自己在 freestyle。哇，都在夸周震南长得帅。所以你们现在很开心啊，赚到了，看到了我们的舞蹈老师的教课，我们舞蹈老师教课很贵的，所以今天看到的粉丝就赚到了。好啦，就这一周比赛完之后，周震南的同款舞蹈教学视频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看这个直播来学。拍周震南真的显得很高。周震南震四方，南极星永不荒。OK， 这是你们的口号。真的很炸。就大家看到这只是他舞蹈当中的一部分，到时候
整个舞台呈现，其实加上镜头，加上灯光，加上整个的秀，其实会焕然一新，就是真的会差很多。所以你们相信我，即使你现在看到他跳舞，到时候在舞台上，你们依然还会觉得很炸的。大家都想说看到想看到所有人在一起，就是今天的直播主角都在一起，是吧？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练习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会比较难说在一起玩。现在周震南是在上舞蹈课，孟子坤刚拍完海报在回来的路上，然后马步谦呢现在在对编曲，所以为了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能够正常的进行，并且不打扰到他们，让他们到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好早点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会到时候今天应该是会一个一个带大家去看到他们三个。今天孟子坤到底能不能赶回来呢？对，得看今天的交通给不给力。他正现在很努力的赶回来的路上。帅死了，是不是？赵天宇和柱子杰他们是明天的主角，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主要的主角就是周震南、马伯骞和孟子坤，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都会围绕这三个选手来展开哦。现在是到了8:13，但到了8:20的时候就带大家一起去找马伯骞，好不好？
身体往后往前，身体不要动，往下往下。蹦蹦蹦蹦。这是那个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好，来啊，最后这里是踏踏踏踏踏踏，直接，直接走，蹦蹦蹦蹦，然后这里我们直接上收。身体往前，对，保持你的侧一点，看我的脚，侧，对，往后踩，斜前踩，然后这里保持在一个45度，然后这里直接走平收，对，然后蹦蹦蹦再向下原地，然后手是这样的，蹦蹦蹦往上，然后胯是往后蹦蹦蹦蹦再下，胯的动作这么样，这样。都在问马伯骞在哪？马伯骞他现在应该是在练歌。现在是8:17，8:20，我们一起去找马伯骞。怎么变单声道了？粉丝真的是耳朵很灵哎，因为刚才我们的技术人员过来调试了一下声音。没声音了吗？现在没有声音了吗？没声音了，扣一下一；有声音，扣二。刚才又调了一下，现在应该是双声道的声音吧。好了，现在到了8:20，我们去找马伯骞喽，走吧，一会儿再过来看周震南小哥哥。现在马伯骞应该是在二楼在练歌当中，都说想看三人同框，其实为了不打扰到小哥哥们的正常的练习，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的话，所以估计三人同框有点困难，所以但是我今天的直播呢还是会带大家每一个人都看到，只是孟子坤他现在在赶回来的路上，现在而且加上现在堵车，就不确定他到底能不能赶回来。到底能不能赶回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就北京的晚高峰，就是
现在8点钟，其实差不多也是北京的晚高峰当中。现在马伯骞应该是在2楼什么地方练歌，我们稍微找一下。嗯，马老师在哪练歌呢？在客厅吗？没有吧？刚才有没有听到歌声？去到房间找一找。哦，哎呀，我听到歌声了，好像应该是在这里面。进来喽。世界充满焦躁，自己也是渺小，事实就是残酷，不得不去面对微笑。You are beautiful， 都是魅力，还有魅力个体。答应我不要让无视，怪你眼眸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Yeah， 首先表现一下，承认世界绝不公平，各种心狠手辣，偶尔想去撒手，也想迫不及待回家，乾隆房间四壁鬼谷地下，享受万一生活随便拉他发的漫画，找了个人面对真的太难，我的抱怨没有大覆盖，是无法改变事实。当我觉得世界充满黑暗，我会闭上眼睛，走入我的那个渺小回忆，看看所有泪水以及所有欢笑，全部都是人生经验中的无价之宝，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点缀你可贵的一生，使你热泪盈眶，使你多姿多样。亚历山大想去死的时候，紧握住那一丝希望，就那一丝希望，拯救多少迷茫，多少沮丧，多少无助，多少断翅梦想，多少现有人的现实梦想。也是那那那那，自己也是渺小，其实就是在乎不得不去面对微笑。You are beautiful， 都是魅力，还有魅力个体。答应我不要了，无需把你眼眸消失在人海里。消失，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姐姐为何每天一直喝了醋，那个男人干的好事是否还在一直 body you， 看到隔壁闺女开着豪华跑车，是否默默疑问自己人生有时没有得，没事总会看着奢侈品牌官网，下单还是卖了放平，硬说自己没有看上，为何人家幸福总是让你感到不足，自己没法做出改变，同时找不到那出路。It don't matter about the things you like. It don't matter about designer bags in the whips that you don't never had. 别去比较人民币，要总会有人开着超跑比你牛叉，总会有人穿的奢侈品牌比你显眼，比你有范儿。这些也就是我胡说八道、胡思乱想总结出的歪理。答应我不要那五十块，你眼眸消失在人海里。答应我不要无视，把你眼眸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消失在人海里。首先表示一下，承认世界绝不公平，各种心寒冷冷，让人将你撒手，也不相信你们人家，再让房间四壁为何地下
改变这个世界太难，我的抱怨没有答复，还是无法改变事实，放弃不管。当我觉得世界充满黑暗，我会闭上眼睛，投入我的念念，渺小回忆，看看所有泪水以及所有欢笑，全部都是人生经验中的无价之宝，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点出你可贵的意识，使你热泪盈眶，使你多才多样。亚历山大想去死的时候，紧握住那一丝希望，就那一丝希望拯救多少迷茫，多少沮丧，多少无数，多少壮志梦想，多少未有实现梦。改变这个世界太难，我的抱怨没有答复，还是无法改变事实，放弃不管。当我觉得世界充满黑暗，我会闭上眼睛，走入我的那点渺小，回忆看看所有泪水以及所有欢笑，全部都是人生中的几个无价之宝，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多姿多样。亚历山大想去死的时候，紧握住那一丝希望，将那一丝希望拯救多少迷茫，多少沮丧，多少无助，多少壮志愿望，多少未有实现遥远梦想。眼里世界真的是完美的。现在是开静音了。嗯。大哥，你相信真的没有？因为其实从我们。因为现在在选歌阶段嘛，这一首歌它不一定是真正舞台上表演的那一首，而且相信我们就是每位选手从最初版到他最终舞台上呈现的简直是完全焕然一新的呈现，所以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剧透出去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最终的一个体现，保证即使你看了现在直播他们的呈现，到时候在舞台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好好期待周六晚上8点他们的整个的表现。唱别了。Yoking tears of a clown that you never see. Going back to his script, 永远 being lonely, 永远默默哭泣。笑出眼泪怎么可以轻易让你看见？回家以后卸了浓妆，镜子里面一张悲伤的脸。孩子拿着一个一个气球，没有想到只是笑出一滴一滴泪流。让我想起一句话，说的真实到位，快乐在进行中，到底什么地位？ Gotta make a change， 往往能够带给大家快乐的人。往往肯定是最悲伤一直隐忍，其实一直纠结，真想上去问问你是怎么一直坚持，怎么一直勤奋。笑着叔叔说了一句，某种程度创造快乐也能抑郁情绪。干了20多年，想着妻子从那天堂往下看他。Makes him happy, tell me God is gonna feel better， 说是 This is 笑出的眼泪，他的悲伤里面带着温暖。Yeah， 带着温暖，笑出的眼泪，一把痛苦完全痛苦看他，痛苦看他。这是笑出的眼泪，他的悲伤里面带着温暖，带着温暖。这是笑出的眼泪，一把痛苦完全痛苦看他，痛苦看他。哎，我放学买了苹果，开始走路回家。
看到小丑叔叔还在门口同个地方，还是面带笑容，还是一再拽着装傻呆萌。但是看到以后心里难过，日日积冰冷，走向他的方向，还是情不自禁想笑。问的小丑叔叔变个魔术，朋友的 scrap 就是这样，每天放学看着他的节目，一次一次看着他向自己哽咽笑哭。突然一天小丑叔叔没有来，想他可能今天有事，明天可能再次回来，就是这样等着等着等着，一直等着高中毕业以后也没看他再次回来。就在那一次看到你的笑容，看到你的温柔，就在那时我想接近，但到最后我还是没有胆量。 I guess I'm still 有点害羞。 My homies laughing at me, mocking me, calling me soon。 那就在这个时候 You looked back at me, 看到你在回头。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 自然反应情况下，我也就不知不觉的往另外的方向转头。过了大概有20秒，我想你该走了。 It should be Gucci now， 但是突然转身发现 You're still looking at me with the beautiful eyes， got me froze up， 真没想到。为了躲避，为了要领，我就默默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现在的情况下，我看起来还是一样没种。又遇见了 ，Damn you look better than the first time。Make it harder for me to get you out of my mind。Got fantasies right with me in the galaxies, in reality want you to acknowledge me。 用尽勇气走向你的方向，准备 strike a conversation， 碰碰运气。 But at this moment see my opponent， 另外一个男生比我强些，但也真的晕。Back at it again, wherever it ends, yeah。 我 just wanna be the greatest that anyone has ever witnessed, yeah。 Gon' keep my head straight, two knees in my waist。 Thank God for that thing, but this made me solid when I'm ballin', for me to stand in my place。 Life will knock you down, my ways you can fathom。 Yo, boy, you get up with courage and passion。 It might hit you once again when you stand up。 It's your job, rise back up, that's a new lesson。 We get wins, we reppin', the blessed team are the chosen ones。 You could say we're angels, like Lucifer, we're not the broken ones。 Yeah, 有些时候我问我自己， when is the moment I don't have to worry。 Have the finances, the first as a Fiji。 现在的情况我自己都吃惊，到最后 to the last moment， 我最终想要的是追求自己。 The gift that you got, I bet you're thinking drip blood and tears and like nothing， 这才算你的 squad。Squad, squad, squad, yeah, y'all right, yeah, yeah, let me get on this part, yeah, yeah.Just running with Canada Goose, cause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Not spending that money and act like it's nothing, cause we gon' make it back, I do。 Say I started with Canada Goose, cause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Not spending that money and act like it's nothing, cause we gon' make it back, I do。 Say I slayin' on this ground again, yeah。 Say I slayin' on this ground to make it fly, yeah。 Yeah, now it's time, yeah, we gon' get it now, on the top, and it's not your business now, bullshit needin' your vision, yeah。 Now fire rap, need die for die, hold up。Y'all brought back rap to the land of rap with the fire on my hands, now pause。 I ripped that mic and I laid some nights from the heat on my vibes, now pause。 Now most of y'all rappers just starting with nothing, bragging about nothing, you know you fake frontin'。 为什么喜爱就没人关注？ Please tell me why I'll just never come through。 Who the other rapper 不是成为最屌？ 写出自己内心故事，tell it to the whole world now。
不想看 myself a rapper 想做艺术家只是纳闷我想真正共鸣的是成为 ABC 有些话我没资格说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do 我的 ABC 我的 dope ass beat 整个 whole city 想到白银里做的 rap 电影就像浪漫无效中的新奇迹 Yo Gonna get a new record 靠的新成绩让这一代蹦起 Let the energy 多少升起没有任何阴阳 rapping 都是我的曾经 Now still standing with hand in the groove Yeah Dropping the top of my cool Yeah Dripping and dripping they go Scrap 加拿大哥一直喊 Still standing with Canada groove Yeah Dropping the top of my coolAy, drifting and drifting to go Skrrt, 加拿大了一直看 Girl, just called out 带上装备 You're a fool 加拿大人在家没法哭 Yeah, yeah 说我们 low 我们 too Say I'm retarded 一看就毒 Yeah, me and my family be signing with Canada Goose Yeah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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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Yeah, yeah, yeah 瞎说唱别撤 Yeah, can't get it let go 只有你阻止你自己到最后 You get mad at me, man, 你照样没中 Yeah, 请别再抱怨 Yeah, 我差的还远刻苦练习写词的词的味道最后才知道必须先苦后甜 Yeah, if you wanna get down to the basics Wanna 耍帅到极致 Gotta make it 自己的进步干嘛不 take it 如果自己不写词那谁写 Y'all right now Well, if you wanna ride with me 如果你真心想要做到底现在默念应该还来得及 Yeah, yeah, I'm falling for that weak stuff Yeah, 这样不想看 no need son Yeah, patient watching 就会 get tough Yeah, 坚持到底 to the season Ay, 超出想象的是我们 Yeah, 以前想怎么可能 Yeah, now we shining 站着舞台 end up turn up with me now Dispatch or to get cash If I don't do it then I never sit back And you can't let 如果你想结果 Then you gotta walk forward Yeah, sometimes we be 闯祸 Yeah, 如果你想拿到我们的 level Then you gotta 付出更多 YeahWe be the best and we be on the flesh And 到最后 we stand and pin ball Yeah, what up Yeah, yeah Whatever 现在那个孟子坤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继续去看一下周震南小哥吧。其实现在所有人都会担心说，他们的歌曲会播出去，会影响他们比赛，会没有惊喜。但是以我们做电视的经验的话，放心，这真的不成问题。因为今天的直播主角呢是周震南和马伯骞，还有孟子坤。孟子坤现在在赶回来的路上，现在还没有抵达我们这个地方，所以说，那些想看其他小哥哥的话，那么可能是需要等到他作为直播主角的那一天才行。因为昨天的直播主角呢，就是毛毛、钟意轩和廖俊涛；明天的主角呢，就是赵天宇、王清丽、朱子杰和罗布。但在我这儿看来啊，其实这个无关尊不尊重选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呈现每一个选手他们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尽量的也不会打扰他们。哎，他们是在哪个房间上课？是在那个吧？一二三，第三个。所以我们刚才在马伯骞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几乎很少说话，因为我一说话就打扰到他练习，无论他是练习比赛曲目也好，其他曲目也好。我们要跳过了，那也会考虑到就是能驾驭什么。
现在估计是导演组在讨论就任南这个舞蹈的优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导演组在那边聊，然后就任南呢现在在休息当中，孟子坤呢现在还没有回来哦。他早一点下来，大家跳舞所以现在粉丝是非常关心剧透这件事情吗？我们导演组其实是有从整个直播他们练习以及最终舞台呈现这一个相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说这个时间段去拍他们的练习，因为还没有到定曲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一个他们的练习给粉丝看到其实是在 OK 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才会去拍。那么如果觉得我们觉得剧透的话，肯定是第一考虑的是导演组。那么如果都觉得这剧透是很过的话，那我们是肯定不会剧透的。所以放心，就这一个小哥们现在的练习的一个程度的呈现和给大家看到是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这么担忧。我相信现在都说在剧透的粉丝一定周六时候会看的，因为你们是真的在乎他们。如果你们不在乎他们的话，即使现在他们在练习就是真正舞台上的秀，你们也不会在乎剧透不剧透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件事情是完全 OK 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点啦。所以谁，如果你会今天因为看到小哥练习而不期待他舞台上表现的，请扣一。我觉得我再给自己挖坑，万一大家都扣一怎么办？现在看到小哥们练习，到时候依然周六晚上会看他们表演的，请扣二。很多人都在扣二，因为真的会担心剧透这件事情的，真的是真爱粉，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会守在周六的晚上腾讯视频看他们演出的。至于这剧透不剧透的事情，就是八点到九点这一个时间段小哥哥们在干嘛，我们就会去到小哥哥所在地方去告诉你们他们在干嘛，呈现他们。所以明天至于他们有没有在练习真的不敢保证，像昨天钟逸轩和毛不易就没有在练习自己的东西，今天其实恰巧他们都在练习，因为时间会紧张。那明天的主角们会不会在练习呢？我也不太确定，因为不可能说今天拍的周震南跟马伯骞在练习舞蹈和音乐，明天的所有的选手我们都要求他们去练习歌曲和舞蹈，其实这样是不太我觉得会有点不人道，就是我们不打破他们的节奏，他们现在当下在干嘛，我们就去带给大家去看到他们当下的一个状况。
8:47，孟子坤还在赶回来的路上，真的不确定他能不能在9点之前赶回来，正在努力的赶回来的路上。然后你就是走完位置之后，你可以就是你在睡的时候，但是你现在有问题，你睡着还是可以做前前后后，就是还是一翻，那个钱一直在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就一直在动。明天要给孟子坤补拍是吗？都在说。赵天宇他们的直播在明天呢。明天的主角就是赵天宇、朱子杰、王静令和萝卜。现在已经5:00了，刚才一直问有没有打电话，其实我也是有发信息给选管的同事的，他们说现在还在回来的路上，应该快到了。Thank you.
还有最后六分钟，孟子坤呢，他还在赶回的路上。要不我们现在去孟子坤的房间去等一等他，看他能不能在9点前准时赶回来吧。走吧，我们去孟子坤房间吧。现在北京都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所以真的还蛮担心他能不能赶回来的。他们别拍我，好烦啊你！因为好像粉丝真的很担心剧透这一件事情，比节目组担心太多了。今天范围之内确实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是 OK 的，那么他就最后这个完整录下来的这一遍呢，就不给大家看到喽。我们现在呢就去孟子坤的房间等他回来喽。现在吕泽洲淘汰之后，孟子坤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吗？应该没有人，确实。哇。其实说是还算整洁了，这娃娃真的很多，就应该是积攒的娃娃都已经放在了吕泽洲的床上，所以现在还有四分钟，这四分钟当中应该孟子坤到底能不能赶回来呢？那就能赶回来扣一好吧，不能赶回来扣二。还在说我买披萨，这一周呢，其实算选手们比较累的一周，对，因为他们这一周的话，就是各种行程都排得比较满，很多选手就是选歌的时间以及排练的时间、练习的时间和休息的时间都
都挤压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周的直播都会遵从一个不太去打扰选手的一个原则哈，就是他当下在干嘛，我们就记录他当下在做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外面就是下很大的雨，然后再努力的赶回来，所以他也很心急，想说回来说让大家看到他，但是真的北京堵车也比较严重，那这么心急的赶回来呢，一方面我也会担心他路上的安全，所以我们所有的前提都是以安全为主了。这孟子坤房间其实收拾的还不错的，哎，周志拿完回来了，我们看一下周志南，他现在回来了，看周志南的同时等一下孟子坤，然后排练已经回来了。现在有在房间吗？在哪？他进不了警察房间了。OK， 好呀。Hello。来。终于跳完了，很烦躁，很累。最近压力很大。马老师呢？他在二楼练歌202。哦，他为什么今天在二楼练歌？怕吵到你们吧。我已经绝望了，就今天我有去拍马老师练歌，然后粉丝狂骂说别剧透，但现在也没有选定歌，所以跟他解释，然后粉丝说别解释了。今天我直播也有点心累。对呀、啊，别剧透啊。没有，就在安全范围之内啊。嗯，现在一切都还没确定。什么时候结束？早点睡吧，大家都很累。没有，59了，现在59了，最后可以 ending。因为今天孟子坤也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现在下很大雨嘛，又堵车，所以今天真的是被骂的一次直播，又骂得很惨。那就直接关掉了。嗯，对啊，最后一分钟我就关掉啊，你来做收场好不好？拜拜。我们不要说一点别的。今天都很有努力的在练习，然后，几号来的？5号是吧？5号是吧？就直播。周六，我也不知道几号，周六。周六记得来看我们直播，很炸的。腾讯视频。我一会儿再跟他说现场视频。超炫，超晚上8点。超炫，超酷，超嗯。然后就拜拜喽。拜拜。